欢迎收看 H1Z1 第二天生存日记啊！可爱的狗狗对着你笑哦。OK， 我们这一次又来到这个地图啊，这地图怎么一下来就是晚上呢 ？OK， 我们现在看不太到，一个人都没有啊，可能要为什么现在是用第一人称的？哦，它可以切换啊，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。OK， 这样子比较可以看到附近有没有僵尸靠近我。OK， 这地上是什么啊？捡一下，这可以捡吗？不能捡。我看下这里面是什么啊？哦，废车场。如果有那个铁锹的话，可以把它敲下来。这个金属废料，这可以做钉子可是我现在。我可能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因为它这个金属废料75，那我这个裤子才50。这应该是防水布吧？这个是 metal sheet 铁。我把它收集起来好了，我觉得未来会用到。我可能之后会盖一个铁棚吧，应该算是生存者基地，那可能之后会用到。OK。那我们继续搜刮一下东西啊！哇，这边车子真的还蛮多金属废料可以搜刮的，像它这个衣服是可以做那个 bandage， 就是那个纱布的部分哦。OK， 我们先搜刮一下车子。哇，真的很多哎！我觉得没多久我的包包就满了吧？你看980一下就没了，这样子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可能初期的话，可能要先收集一些，比方说，弹药啊、食物啊什么的。我觉得之后才去收集像这个金属废料啊，做那个铁的东西会比较麻烦，因为它要做筒子。等下，我前面有丧尸啊，是不是？那丧尸嘛，对不对？OK，我可能要往这边走一下，因为我的弹药其实不太够。我看一下我的武器啊。看一下我的武器，有狗啊，走开啊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太瞎了，太瞎了，我东西都喷了啦。哦，重生一下，我重生一下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太惨了，太惨了。OK，他那个地方我看一下会在哪里啊？都，真是的，东西都喷了啦。OK，我们往前走一下啊。等下，我先装备一下我的武器啊，这个武器装一下啊。不对，这是切割的啊，这不能用。OK，我们先走到刚才挂掉的地方，可能要先跟那匹狼 PK 一下，不然东西拿不回来，麻烦了。哇，你看上面有个城堡，那个谁盖的？那超大的，我好羡慕哦，他们应该玩了很久哦。因为我现在是连那个美孚啊，他可能会有点钝，应该 OK 吧？哦。OK，我已经到刚才挂掉的地方了，希望不要遇到那个狼。等一下哦，调一下麦克风。等一下，前面有个僵尸走过来了，我先绕过去哦。还好他没有看到我。全部都拿走啊，对不对？都是我的东西啊。OK，满了满了，还有吗？还有我的尸体。
我的尸体在地上。OK，这次没有看到那匹狼了。再出现的话，就要跟他 PK 决斗一下。OK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可以捡的啊？那个，这个水吗？这是水，empty，是空的。这是什么？我先装备一下武器啊。那个，这个刚才没有子弹，不能发射，真的很瞎哎。可以装吗？装备。看一下我们近战武器啊。啊，没有啊。我 combat knife 有。我近战的，我放置好了。啊，因为我的背包满了，所以放不过去。因为它这个要放1500，这1500的话，这个刀100，真的是放不过去。这800，哇，有可能我要先丢掉一些东西了，不然就是看一下这个枪有没有可以用的子弹。我看一下这。你们子弹可以用啊，三号没有，哎，一发都没有哎，这个嘞，这也没有子弹可以用啊，弓箭呢，弓箭也没有，怎么那么穷啊？可是他这样拿在手上又很占位置哎，啊，我必须要丢掉一些东西了，这个。这个帽子可以不要了，占十个位置有没有？然后等一下，有人走过来了，僵尸走过来了。我先跳到车上啊，车上可以先躲一下。他在吃我的尸体啦！哎呦，那我正前方啊，我现在没有武器哎。我看一下能不能用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子，我可能要先丢掉这个。可是弓箭我是会用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好难抉择啊！这要占1500，然后我背包只剩1000格，1000格。欸，这个 lighter 可以干嘛？它应该是可以做引火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做这个东西好了。这个东西是，哦，这个 discover 是，比方说我现在丢这个，然后 discover。还出现说，我可以做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类似像那个铁的，可以做支架干嘛的？箱子啊，铁箱或什么的，就它可以开发出来。所以如果我加上这个僵尸脑，在，没有东西可以合成。OK，那我换另外一个东西好了，铁块，然后这边有个亮的，这个，然后应该还有一个东西可以变吧？啊。它还要一样东西才可以变出来，所以这个不能用。再换另外一个，动物的脂肪，然后加上碎布，哦，再一样东西就可以合成。那是什么？啊，这也不能，可能要试一下。这个枪，枪也不行。OK，碎布、脂肪，这不行。这个嘞，我先 discover 好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好像是面罩吧？是面罩吗？OK，我们再试试看这个。啊，如果要合成这个 bandage 的话，就是需要另外三个东西。啊，这里都没有。OK，我们再换肉呢？这里没有的话，就是直接按这个 discovery，就是什么？哦，它是可以煮熟的，这是鹿肉，然后还有 berry。Berry 可以做什么？Handful of berries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OK，他如果再做，还需要两样东西。我都试试看好，因为之后可能会用到。铁块。其实我东西没有很多啊，东西要很多才可以试得出来。OK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可能要先转换一些东西啊。啊，长矛。这长矛可以用吗？不行哎，目前不可以用。然后如果铁块要变钉子的话，你可能还需要熔炉，熔炉的话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做啊。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做简单的东西啊。OK，它像那个绿色旁边有灰色，就是不能用的，就是有这些素材，
但是你还少一样东西，它就不能用。绿色就代表可以用。像这个 arrow 就需要砍树才可以做。OK，我们先做这个第二蜜桃了啊，还有炉火才行啊。啊，我多做一些 max 这个 bandage 好了，我之后会用到 bandage。那僵尸就在我前面了，这什么？可以捡吗？他走过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走开啊你！这样很难做事，我觉得。这是小背包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哎，这是做什么用的啊？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用，这背包1500也不够啊。OK，我可能要先把这个弓箭丢掉，因为短时间应该用不到它了，所以我先把它丢了。OK，然后换这把小刀，因为我的枪都没子弹了。OK，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呢，我再做这把弓出来啊。我先把这个僵尸干掉，他很讨厌。走开呀！走开呀你！OK，我要搜寻一下身上有什么东西哦，还有这 crossbow 哎，哦，这个是 crowbar，是那个扳手，它可以弄掉废车上面的铁块啊、门板，这可以做房子，可以做一些金属东西啊。但是500的话，我要先把身上一些东西丢掉，才有办法装它。crowbar 500，哎，这个是100的重量，然后这是500，试试看这个。他如果这个拿武器就有点浪费，我说，诶，这有子弹吗？我试试看，可以装吗？哦，这250哦，这个不要，我装这个，这也没子弹啊，怎么烂啊？哼 OK，有可能我们要枪丢掉有点可惜耶，说，我把它捡回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放不下了啦，我把一些东西丢掉。这个 metal sheet，这个是做门板用的啊，好可惜哦，丢掉。哎呀，这个音乐真的有点可怕。好，OK，我们就，我好难抉择啊。哎，不要过来，哎，好凶哦。我突然发现我的，哎，我流血了。我在看东西呀。OK，我先包扎一下。OK，真的有点麻烦啊，怎么办？我先把它干掉。哎，还走，它会跑哎。像怎么打他啊？像子吗？蹲下来，用敲的。过来，过来啊！不要走啊！把你关起来。真是的，我太瞎了啦。哦，没有，诶，又来一只。怎么都知道我在这边啊？走开！可恶，走开啦！哦，我一个人玩有点累，哈哈哈。要打几下都打不死啊，行不行我拿我的刀试试看，我的刀啊，combat 啊，不行啊，我必须要丢掉一些东西。这400的这个铁片可以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次再搜刮。我觉得我们先。盖一个小房子，我觉得还有小房子，然后要设密码，然后之后小房子里面还要有
就是类似像箱子，我可以放东西的，所以这些东西就先把它丢在这边吧，say goodbye 了，OK。然后枪我先保留，之后可能会用到。然后这个武器我先换这个，给换嘛，500啊，这500放不下啦。哦，这样要丢掉一把枪，这有点可惜了。一把枪1500诶，哇塞，这个是。我丢掉它的话也不能用啊，对不对？75的，然后753个就啊，把丢了好丢了啊，有时候就是必须要施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应该说要放弃掉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OK，这个把它换掉，换成这个可以吗？哦，还差400多，不对，差147啊，147。这把枪丢了，对，可以装它了。OK，为了这个东西，我必须要把它杀死。是啊，你怎么搓那么久啊？这么硬哦，为什么这么硬呢、啊？我已经搓它几下了、啊，为什么它不死啊？刚才那只搓。出好多下就挂了，这是，哦，躺下好不好啊？我好可怜哦，我下去看看哦，下去看看。哎，果然是要砍身体啦，砍头没有用啦，好吧。哎，我们先捡一下，哎，他身上有东西吗？找到一块碎布，这里，这里有个 pipe，这个 pipe 干嘛？哦，它好像可以做那个长矛还是做什么的啊？捡起来好了，反正都已经丢了一堆东西了，这些东西就丢 在这里了。我看一下啊，真是的，怎么办？好吧，就先这样吧。我觉得我们先要收集那个木头啊，做一些生存的工具。你看，僵尸就一直过来，因为我在这边，哦，我需要队友啊，没有队友真的很难生存啊。走开！被他咬了！我开始滴血了，我喷血了。这僵尸也太多了吧！等我一下，我先补一下东西，好不好？让我生存一下嘛。Use，让我，OK，这里可能不太适合我，我先逃离这里了。OK，这里还有东西吗？哦，它会跑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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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跑，会跑。死吧你，死吧你！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我们出去了，出去了。这边有一只哦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旁边有狼啊！这边僵尸好多这谁家啊？把门关起来！哦，我先把门关起来。天哪，这谁家啊？为什么有只狗啦？为什么有狗啦？我跟你 PK 的，你死吧你！天哪！为什么这边还有狼啦？谁的门没有关好？拜托！我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的。哦，得到2个脂肪，2块肉啊！这边有子弹。9mm 的子弹，我看下，我看这个帽子可以用吗？看下这个帽子，这个帽子，不要，这是烂东西。OK，我们可能要，在想怎么用它。这 9mm 的是什么？哪一把枪啊？是点45的？难道是我刚才丢的一把枪吗？为什么天上要这样对我呢？
好像是哎，9mm 的。啊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OK，我们现在先找东西啊。这个是 meal barbecue sandwich，哎呀，是吃东西的，哎，这很需要。OK，这什么？这手套。哦，为什么得到常青人的那个锁定成就啊？我先把门关起来啊，现在有东西跑进来。OK，我们到这个客厅的部分，我看到什么？哎，这好多东西哦，反正都要吃嘛，就先把东西吃一吃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脑的部分可以做，我想想看，我记得它可以做个东西，然后，但是它需要感冒药，还需要一些水吧？哎，要水，要感冒药，要做这个，我不确定，我觉得啊，不重要。OK，我们先吃一下这个东西啊，吃这个 barbecue。Barbecue beef sandwich，这个是牛肉三明治啊。好的，我们吃完它了。上面一把 shotgun，yes。看下这把散弹枪怎么样？1500的散弹枪，12GA，是跟我一样的啊。对啊，跟我一样。它的耐久应该比较好吧？诶。耐久啊，差不多啊，我丢地上。哦，它一样是没有子弹的啊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放着吧，不然增加我的重量啊，对不对？这还有什么？这个面罩，面罩可以戴一下，这个蛮有喜感的吧？这面罩在哪边啊？跑哪去了？你会有拿吗？诶，奇怪，不见了，好吧，不见就不见了。OK，我们到楼上看一下，楼上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边有一幅画，这里嘞，这厕所好脏哦，哦，斑驳了。哎呦，这有瓶水哎，看一下这里面。哦，有裤子哦，50的，这多少？50、1000。OK，我拿一下这块布，然后穿这个迷彩裤好了。对，换一件裤子。OK，这个手套吗？我看一下这个手套，这10的，可以丢了。看一下厕所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是这个啦，这个东西啦，我已经有了，不需要了。OK，这个帽子没什么。OK，我们先到，诶，这里外面哦，这还有个房间呢，这旁边的房间哦，这里有瓶水。是因为满的关系吗？哦，对耶，客满了。我先把这个水，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用啊？水，berry，它可以做什么？哦，黑莓果汁，黑莓汁。这个水加上没了。这个 pipe 加上铁片，你干嘛？哦，这是什么？煮东西用的吗？哦，好酷哦！所以要 discover 要发掘新的东西的话，就是这个东西加东西，然后就可以用。然后之后在这边就会出现，就是你刚才搜寻，刚才开发出来的东西。然后这边还差什么东西就可以生出来。然后生出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 cook，来煮肉什么的。OK，然后。有可能我们要先，crossbow 有个 stick 加上衣服的话，可以做刚才那个弓箭。OK，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干嘛？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斧头，就是可能是铁片加上那个木头，然后就可以做斧头，不然就找一个现成的。我们先这样，我先出去找一下东西。这水可以喝吗？
我先喝个水好了。OK，MT 八的可以丢了吧？它这个空的瓶子好像可以装水，还可以装东西，但是前提是你要有那个收集水那个容器。OK，我们先这样，先出去晃晃。这里面有东西啊！我发现这边僵尸啊，其实还蛮多的。那个僵尸有红色安全帽啊，把它干掉的话可以获得。诶，其实这里不错诶，说这边来盖自己的房子，然后再……诶，好主意哦。但首先我要先下去把僵尸干掉啊，这就是一个人的不可能的任务啊，对，一个人的任务啊。难怪刚才有那个僵尸狗进来啊，这边有一个门呐。OK，我们先看一下我的枪。真的是没有办法发射，好吧，我来了，僵尸，过来 PK 吧你。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来太多，哈哈，感觉很多哎。关门，最好你可以进来啦，对不对？我帮你开门啊，过来啊。哇，好多啦。我这样怎么打啦？这样很困难呢。再看一下东西 好，不管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跟你拼命的，不管你有多少只啊，对不对？来吧，出来吧。砍！哟，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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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。喂，砍啊砍啊！哇，身上是怎样？好可怕！安全帽获得了200，200有比较好吗？我先把门关起来，我看一下啊，这200不要再开的。我看一下这200的安全帽。哦，它的耐久度是16哎。好像有比我刚才那个好哎，对不对？OK，我们现在先看下地上这个250重量的250重量，我看下它，它耐久度是12000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有可能还是用红色这个吧。OK，开门哦，开门哦，哦。僵尸很多哦，我好害怕，我们关起来。哦，没有子弹，那很麻烦呢。这是什么？开山刀哎，这把好，这把好，这把重量多少啊？我怎么看不到它？我东西太多吗？哦，这个背包，这个是100，这是800的，150。看看这个放它会多少？它好像比较小这个不要，这个我觉得用不太到啊，这个不要。OK，然后我捡它好了，捡它。我捡到一瓶水。这个应该比较重哦。真麻烦。那我把这把刀丢了吧？丢了，OK。捡到这个开山刀，750，难怪拿不起来。我至少有它会比较好砍丧尸啊，对不对？我要装备一下那把刀啊。刀子我拿起来，刀起来。哦，看我的姿势有多么的帅气啊，第一人称啊。Oh my god，僵尸太多了吧？这怎么出去啊？我先想办法把门口那个拿散弹枪的干掉。好，来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啊，进来啊！看到没有？我在你后面啊。我用第三人称啊，我总觉得出去很危险。有一只发现我，有一只发现我了，它要过来了。它的脚怎么回事啊？
我来解脱你了。哦哦，太多了啦，我用跑的嘞。然后我受伤了，我先用一下啊。好，我先用一下那个 bandage， OK。啊，这怎么杀啦？这杀不完。哎、欸，有地下室哎、欸。我看看地下室有什么。哎、欸，获得子弹。哦，点四四的哦，碎油，碎油碎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这个哎、欸，开山刀。我拿不下了，有可能要出去一下哦。这里，这是什么？哦 ，yes， 点四四发的 ，yes。哎，我装备一下，是这个吗？我看看点四四的在哪里啊？这把枪没有错啊。Savage 嘛，他好像是变成那个啊火药粉的样子哎 ，M9.44， 不会吧？不能用吗 ？M9， 所以我的枪不能用，因为我刚才丢掉了啊哈哈啊，好惨啊！哇，有子弹有子弹，总比没有好嘛，对不对？我先拿一瓶水，然后罐头，然后好，我们先上去啦。都是僵尸的声音啊，好恶啊！我们想办法出去了。哇塞，这有几只啊？这起码有十几只哎！啊，我们走后门好不好？后门呵呵，后门也很多啦。这跑出去应该就挂了啦。今晚就要关在家里面了，不用出去了。可以吗？可以打破玻璃耶！啊，我一只把它干掉了，好不好？开门，过来啦，来。Come on， 过来看，过来吃我的肉，快点，非常好吃。让我砍一下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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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来来来，过来，不要害怕哦，一个一个过来哟，来哟来哟，哦，哎呦，你看起来好凶哦。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这是什么？一个眼镜加100，嗯，用不到。这个房间有好有坏啊，进来出不去了，没有。开门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那好多 ，Oh my god！ 来，砍，砍 ，Yes， 干掉一只了。关门。啊，他会跑啦，不要跑好不好？开门，开门！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什么？钥匙？烂东西！哦、oh ！可以吗？窝在这里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，但是也出不去啊！来来来，你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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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我砍一下，砍砍 ，yes， 倒了哦，倒了哦，来，再来一个，过来，等你很久了啊！呵呵，啊的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好吃的肉，小鲜肉，来吧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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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中枪！哎呦，
哎呦，哦，我流血了啦！哦呦，又流血了！我还有剩下三个，还可以变什么东西出来啊？Deer Stick 可以变 Bandage，还可以用，还两个。真是的，这一期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杀僵尸就好了嘛，就是。我出去就会被追，然后躲在家里面还比较安全一点哦。来，有只过来，只过来，只过来哦！要跑啊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Come on，Come on，Come on！Yes。Oh yes, oh yes, oh 那个，他的衣服不错哎，可以借我穿吗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让我砍一下，让我砍一下。哦，受伤了受伤了，哦，咬到我了，我开始损血了哎。我先把门关起来。来吧，我出来了，来吧！OK，这个僵尸一直过来呢。这个僵尸好丑。这是什么？又有一个 crowbar。你看那个爆炸头好帅哦！他发现我了，哇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呦，砍，砍，砍！我先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太可怕了吧，这个后门也出不去啊！吸引注意啊，过来给我砍一下！看来这一集要关在家里面了。又有扳手，为什么？刚才没有看到。这应该要800吧？我觉得。我想看哪一个是补血的、啊。我先把这个吃掉好了，先吃掉它。这个脑我觉得目前先用不到，先给它丢了。它好像是。加上感冒药之后，你可以变成就是增加一些特殊技能吧，应该是这样。不然他不会给你一个脑，然后不如给你用东西吧。这个25的，真麻烦。可是不出去有麻烦，因为等一下又天黑了。我看一下地图啊，这地图在这个小地方。我们等一下有可能要先啊，这里耶超市，可是从这边跑过去有点远哦。然后对耶，我们可以到这个 Ellie 的部分，这里比较大，有可能先到这边。OK，但是要怎么去啊？OK，我们要从这边跑的话，有麻烦哦。啊，不管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，冲啊！太好了，我们走出来，走出来！用跑的其实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后面有僵尸在追我啦！我需要队友啊！不要啊！然后，你看那只鹿跑得比我还快了。Oh no！追在我后面呢。
我先把他们干掉好，因为他们会一直追我。OK， 解决掉他们了，然后我现在在流血啊，真的是好凄惨的一天，而且又快天黑了。OK， 我现在先爆炸一下，然后我们可能要先前面有个房子，我们到那个房子旁边好了，应该可以遇到人吧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我是一下又天黑了。我们已经到他家了，他们家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蜂蜜的耶，这有蜂蜜吗？有耶，把它偷走好了，一个才50。我先吃个东西，然后把一些东西丢掉。这50，这蜂蜜不知道干嘛用的耶。这是 wax， 是蜡，蜡可以干嘛？它可以做蜡烛哦，蜡烛。好，趁他不在家。需要密码才可以打开，所以我们有可能要做，先要做个小门，这样子我会比较好生存哦，对。然后木头的，有可能要地基，然后还有木头的房子。然后附近再放那个刺刺的东西，这样僵尸就会挂掉。可是我们现在天黑了怎么办？我们先找地方避难一下。奇怪，上次会遇到好心外国人，这次会遇到什么呢？真糟糕，这怎么过去啊？要斧头才可以砍树。那如果拿开山刀砍树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试看，3、4、5、6、7，会砍到什么时候啊？砍到我的开山刀应该就坏掉了吧？吓我一跳，倒了！树就这样倒了。开山刀其实是可以砍树的啦。然后我先看一下我的那个木头啊，这个木头嘞？啊，这里。这我剪不下了。这200，四根200。然后200的话，我要先把200。又要把东西丢掉了，真是的。Crowbar 之后还是需要用到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真麻烦呢。好啦，这一次把这个垃圾先丢掉好，这个铁块的东西之后再收集吧。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水啊先放上去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布，这布50哎，现在还有96啊，这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，丢掉。这个都丢了吧？木头比较重要，说真的，木头可以做很多东西。我先看附近有没有僵尸啊，僵尸。OK，crafting discovery 的木头。看一下，蜂蜜水可以干嘛？加布吗？还可以做布哎。dress bandage 是干嘛用的？包扎会比较好吗 ？OK， 不管它，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。这个 log 可以 crafting fuel， 它可以做东西，然后可以当做那个材料燃料啊。然后，可以燃烧10分钟。所以不是我要的东西吗？
OK，可能要需要再砍一些树啊，但是今晚可能，已经有点晚了，可能要找地方休息啊。东西丢在这里，真是有点浪费。我拿一些东西好了，好了，先这样吧，我们先逃离这个地方啊。哎呀，僵尸走过来了，僵尸走过来，什么声音？听到有狗的声音。OK，我们这一期有可能要先睡在刚才跑出去的地方，我们刚才跑进来、跑出来的地方啊，真麻烦。OK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我们先跑这个山路，哦，这也太高了吧！好的，我们刚刚回到刚才来的地方，然后僵尸好像变少了，是因为我刚刚跑出来的关系吗？应该是哦。然后真的没有僵尸哎，为什么刚刚那么多啊？跑不过去，我先把门关起来哦，之后应该会用到。欸，对，为什么没有僵尸啊？刚才那么多。我给我们搜刮一下这个小房间，这个小房间，欸，并不会感到累，所以不用休息。这个房间有什么？这好干净哦，这应该都被搜刮掉了吧？这个门就不用关啦。这个是狗屋吗？还是地上什么黄色的东西？诶，没有东西啊。月亮都出来了，哇塞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月亮出来就代表今天要休息了。好，跑进去啦，开门啊！关门，关门，关，哦喂，关门了，耶！我要回到我的房间休息啦，耶！好啦，这一集先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呢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